蛋糕啊，这有果酱，这个果酱不甜，别看它多，我放了很少糖，主要是以吃果酱为主。还有，我早上上学可以给他来一片这个。还有呢，嗯，给他留着，明天给他做早餐吃。我们那边都没有三花莲，好像只有那种普通的李子。三花莲是我们这边呢盛产的，南方这边。